啊，着重介绍一下旁边这个小孩啊，这是我的徒弟，也是我的干儿子，叫陶阳，今年多大了？我是97年的，15。哦，97年的都15了，等于97年，反正不好算，知道就行了啊。问你一个问题，今天这期节目跟往常都不一样，你看我这个状态像是一个什么工作的人？人家还是说相声的，都看着我都绷着光片了，还像说相声的是吧？对。那确实是说相声的啊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说相声的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。我就是一个草根艺人出身的相声演员，很高兴这么多年来一步步走过来啊，我很爱相声，也值得骄傲的是呢，相声也是我的工作。现在陶阳也好，这些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。不过呢，如果说从根儿上来倒，相声的历史恐怕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就不太熟悉了。不知道，相声到现在150多年了啊，有相声那年我才十几岁。怎么算的呢？我算错了，对不起，数学不是特别好啊，孩子不太了解，有些个观众呢也不太熟悉。其实有相声那会儿大约是在清朝末年，想知道这个历史吧？想知道。哎，那会儿来说有一种曲艺形式叫全唐八角鼓，这个整个一帮人，唱大鼓啊，唱单弦啊，变戏法啊，以及相声双簧都在这里边。后来从当中剥离出来单独演出就是相声。清朝末年的时候，相声艺人大多是以撂地为生，所谓的撂地指的就是在街边上啊，比如说北京城天桥，天津呢那会儿来说是三不管，反正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比较繁华所在，是这些艺人们演出的地方。那年头可不容易，刮风减半，下雨全完，今天演得挺好，一会儿的功夫可能出现不同的状况。不过那会儿来说，相声艺人以及作品也是可圈可点。是吗？但是说这些恐怕你都没赶上。不知道，你太小了。今天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还原一下当年的情景，来看一看清朝末年的相声是怎么样的。鸟不叫啊，这香菜辣青椒，哎，高葱嫩芹菜来，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蟹，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，那了鸭的香椿来，蒜儿来，好韭菜。爷、yeah.您看今儿的天儿风和日丽的、啊、您说咱去哪儿七行八市呢？咱爷们儿在这块地上、啊、哪儿吃不开呀、啊、那是啊，哪儿都行、啊、看看吧。哎，这干嘛的？嘿，干嘛的？卖菜的。拿点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别动。对。哎，这您得着吧，这就看出咱这势力来了。那是、哎、坏了，这是给老王家喂驴的。蜜瑞冰糖葫芦来哟，每层的吆喝悠悠扬扬，让人一听啊有一种啊飘飘然然的感觉。南城比较简单了，小宅门，院子比较浅，吆起来这味儿，葫芦冰糖的，我这葫芦家传1500年，这手艺，这么多年也吃不了。各位有吃了没有？有啊，开价啊，100块钱。不是我底价是100，涨薪了，我自个儿吃。